今天吃韩式烧烤，庆祝传统节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今天晚上都有什么好吃的。韩式吧，今天晚上的菜品非常非常的丰富，越是它都是新鲜，今天刚刚采购回来的。
瓜没？不带水。瓜吧。
说什么再见，相爱多年如今只剩抱歉，是爱不够还是缘分太浅，相爱的心碎成一片一片，怪我当初对爱太多期盼，此情何时休，我抬头问天，似你好似你手中无情剑，
这买生瓜呢？这买生瓜，你吃个？这个冇得。这个是两个的包啦。现在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